子夜吴歌、东阁、李白。明朝一始发，一夜续征袍。素手抽针冷，哪堪拔剪刀。才逢寄远道，几日到临洮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明晨一始就要出发，司妇们连夜为远征的丈夫赶制棉衣，纤纤素手连抽针都冷得不行，更不用说用那冰冷的剪刀来裁衣服了。且将裁制好的衣物寄向远方，几日才能到达边关临洮。再读一遍，子夜吴歌，东阁。明朝一始发，一夜续征袍。素手抽针冷，哪堪拔剪刀。才逢寄远道，几日到临洮。